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不骑车的变形金刚》，本时间就是我们第597集。今天回到煞星小队的第五号成员秃鹰。秃鹰的话呢，是这一次的组合的里头呢，我个人觉得 CP 值来讲最高的。如果你是单纯买一盒的话，它的配件量是最多的。你像合会，以及这个后方呢，有一个它是大合体情况下的一个右手臂。那么它的一个配件量之多呢，具体跟各位说一下，首先是有一对手掌，手掌的话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手掌，然后是可以翻折，翻折下来之后呢，就会变形成这个样子。姑且呢，可以当成是一把类似于大枪的一个这样子，大枪的一个展示。这个大枪的话，如这个后面合会所说，可以两手拿。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搭载在这个飞机的一个机翼的一个下方。但是呢，飞机机翼的下方呢，我直接在这边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好了。个人觉得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你这个扣上去之后呢，它这个机翼的这个地方的关节呢，看到没有？这个机翼来讲并不是非常的紧，而且这个用料因为比较厚，所以相对来讲比较重，基本上会垂下来，所以呢，并不是很适合呢把它给搭载在机翼的一个下方。再来则是一个，膝盖大合体情况下膝盖那个部件，还有这个橡胶圈给增加它的一个摩擦力。那么实际上我还没有装过，但是呢，据说效果也不是说非常的好。不过这无所谓哦，我呢有大概看了一下，有些朋友呢有研究出一个膝盖特殊的一种变形的一个折法，可以大幅非常非常有效的减少膝盖的一个软膝盖的一个状况。到时候我们录大合体的时候呢，我也会跟各位做这么样一个讲解。以及呢 CP 值最高的是它佩戴的这个一把大枪，合体时候用的一个大枪，就简单的一个装置啊，就扣上去之后呢，等于是两管长形的火炮，还有中心有一个这个结合的一个主体，非常漂亮哦。那个基本上你呢可以安插给这个5mm洞的一个变形金刚都可以拿，它可以单纯就是变成一把大枪，那是你可以扣在一些角色背后有洞的可以插的，或者是说你可以扣在我们前几集有一个黑豹吧，就是它本体的一个裆部那个黑豹变形成沙漠吉普车的时候呢，这两根火炮也可以安插在它的左右两侧哦，做一个非常漂亮一个搭载。所以单纯就一个配件的一个量来说的话，这个秃鹰可以说是非常的物超所值。那它的一个胸甲战士就是这样子一个类似一个老鹰的一个造型哦，这个秃鹰的一个状态，这个胸甲战士就不用说明了，每一个成员都一定有一个胸甲战士，而且这个胸甲战士呢基本上会跟它的名字呢是会一致的，这样子一个类似于 laser beak 或者是叫做雷射鸟啊激光鸟的一个造型哦，做的还算。我们这一期的秃鹰呢会用飞机到机器人的形态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因为这个秃鹰的话呢跟我们第一号成员蓝蝙蝠呢两者呢其实算是同模的一个角色，基本上看上去的话呢大致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个机翼的一个配置不同，它的话是变成前后两个水平尾翼，以及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压翼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秃鹰的话比较接近我们常见到的一种战斗机的一个形态，这个地方座舱呢一样是可以打开的，一样呢这个轮子的话呢是可以做一个滚动了，但是呢这边我是已经推到底，你只要往里面拉一点还是一样，相同的毛病还是一样出现的，那一样你可以把它给做一个正常的一个收纳进去，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把它给收进去啊，因为这样子这个起落架放下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地方会破碎感比较强，那这个轮子的话暂时的把它给放下去。那本身飞机的部分来讲，因为本身呢它的这个两片翅膀的话，这个后面的水平尾翼来讲稍微的偏松一点，手去碰到那个几率呢是比较多的，以及这个地方这个缝来讲非常的大，尽管呢有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好像已经把它压得非常密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好像还是会分开哦，这个毛病实在是比较难去做一个改善了。那一样是一个金色的一个涂装在白色的一个机翼上面，底盘的收纳跟蓝蝙蝠也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呢就一个飞机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稳定度来说呢，我觉得这次的秃鹰来讲的话呢，其实感觉上呢会比之前和各位分享的这个蓝蝙蝠来说呢，我觉得是弱了很多。首先主要还是一个翅膀的一个部分，这个蓝蝙蝠是整个翅膀是完全合在一起，非常稳固的扣在机身上，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秃鹰的话呢，两个这个水平尾翼的一个部分呢就感觉比较的一个脆弱一点，比较松一些。那么呢这个垂直的一个尾翼的话是两片啊，但是其实把玩的时候我觉得这两片部件在这边其实你在玩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感觉稍微有点危险，碰到那个几率比较大，
加上它的一个这个地方这个裂缝比较大，就整个的一个做工来说的话，摸起来那个感觉呢，会觉得比蓝蝙蝠呢似乎是要略逊一些。颜色来讲的话，胶感也比较重，这个呢也不知道是粉红色还是什么颜色，感觉上就是并没有像蓝蝙蝠的一个质感这么样来的一个好。整体来说的话呢，我给它的一个评价来说还是会略逊于蓝蝙蝠的。那我们来跟各位示范一下这个秃鹰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先把这个机翼的部分给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呢跟身体的后半部做一个分开，分开之后呢，把这一块部件呢挑起来，把它往前面移动，腾出空间让我们来变形后方。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前大腿呢这一块部件跟上半身呢做一个分开，分开的时候要把手臂这个地方给打开。那这里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原本蓝蝙蝠呢这个地方是有个凸的，它会扣进旁边这里本来有个洞，但是秃鹰的话呢，在这个部分呢这个结合位点呢就被省略掉了。接下来把这个翅膀那个部分呢先朝两侧打开，这样呢方便我们做一个两腿的一个打开。两腿的话呢要合起来呢跟打开呢都非常的紧，需要花一点力气啊。但是虽然很紧，可是合起来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是会有一个没办法完全密合的一个感觉哦。这一点就是让人觉得有一点小小不解啊。这个地方收好之后呢，把这个脚尖的一个部分呢往前面给抠出来，这里是一样非常标准的一个大腿包进小腿里头的一个变形方式哦，这样把它抠出来，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这里是有一个凸的，对应里面有个洞，这样是把它扣起来。好的，然后把这个斜肩的部分呢往前面给挑出来 ，OK 了。最后把这个尾翼的一个部分呢，把它往上面提。如果我没有记错，它应该是这样子变，这个后面的这个水平尾翼的一个变法。好。两腿的话呢就这样子算变形完成。接下来身体这个部分呢就更加的简单了，我们呢直接的把这个部件的往上面挑，这个地方把它做一个分开，这样分开，分开之后呢我们把它往后面提的时候呢，你要旋转，这里把整个部件把它给挑起来，这样比较好转。这里呢做一个，这里分开，分开之后呢做一个大旋转，旋转的时候呢这样子，我的感觉是呢，你在转的时候呢，是把这个部件转下来的时候呢，这边 OK， 这两片部件呢，尽量把它打开。其实它的一个转法呢，比蓝蝙蝠还要稍简单一些。蓝蝙蝠的话呢，我转的时候呢，基本上必须要经由这个缝去做一个转动。秃鹰的话，我是直接强行的转了，基本上是可以完全转得到位的，然后把它给往后面再放下来，这个地方再往前扣回去，把这个地方凸跟凹做一个结合，再把头呢给转回原来的一个地方，再把手臂的话呢，手臂先不转好了，我们先把后面的这个翅膀的部分给转正好了，翅膀这样子翻转折上来，然后呢再做一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转这样子啊，嘿，应该是这样才对。这样你也可以转这样之后呢做一个翻折，对，应该是这样的。平常呢做逆变做习惯，一下子做正变哦，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怎么习惯。然后它的这个灰色的部件这个地方，这里有个凸，它对后面是有一个凹的，这边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稍微对准一下扣进去，然后把这个飞机的一个头部的话往后面收，最后这个手的话就往上面提 OK， 最后呢把这个手部分呢给翻出来，这个地方翻出来，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拳头从小臂里头翻出来之后呢转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角度，然后呢我们的变形过程呢就算大功告成了。秃鹰的人形它一样是有凶鸟战士，可是呢我觉得它的凶鸟战士真的装上去之后没有比较好看，非常的厚，一个就是感觉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 OK 啊。那一样凶鸟战士也是可以变形成一把枪的，那这个枪的话是这个样子，它是用这个两枚的这个尖刺的部分呢取代了一个枪的一个部分，那也是这样。握柄的话呢还是一样的一个，基本上还是那么样一个问题吧，就是然而刚在变形的时候呢有个地方我忽略掉了，就是这个地方后面这个飞机头这个部分是要折开来的，然后塞到两边的话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这两侧的一个空洞处。那玩具本身呢因为跟蓝蝙蝠同模，各位应该之前的蓝蝙蝠应该还挺熟悉的，它的本身一个结构来说的话比蓝蝙蝠要
机器人的时候呢，却感觉做工比蓝蝙蝠还要再更为的扎实一点。主要来讲的话是肩部这个地方的关节，肩部这个地方呢，一样啊，是这个地方是没有卡扣，但是呢，它的一个关节做的非常的紧，所以基本上就不太容易会往下面掉。反正是这个蓝蝙蝠，你在把玩的时候比较容易去松脱到。那么正上方来看的话，造型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我在蓝蝙蝠的时候说过，很像一对斜眼的造型，在秃鹰身上就没有了。那后方的话，因为机翼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配置不太一样，所以折法也略有不同。秃鹰的一个收纳方式会比较干净利落一点，会更加的一个流畅一些。那后方的话，也因为后面的这个垂直的一个尾翼的关系呢，它离后面就一点点的空间，你稍微往后面倒一点点，它本身还是可以支撑得住。反而是蓝蝙蝠的后方的话就没有这样一个支撑，哎，你看说着说它就往后倒了。因此呢，这个就机器人的一个完整性来讲的话，其实秃鹰的话会比较好一些。那头雕的话是做出一个露脸的一个感觉，眼部的话透光性是超级的优秀，后方有一个很大片的一个红色的一个透明件。那基本上这个头盔也是类似于一个鸟形的一个状态，非常拟人化的一个角色，这个也是一抹的一个奸笑的一个感觉。那脸部的这个白色的漆的话，我觉得是涂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厚，掉下来的掉漆的情况可能还是有，把玩的时候还是小心不要去做一个刮到。那可动来讲的话，跟蓝蝙蝠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机械的形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美了啊。那钢所附带的这一些小型的这些武器啊部分，这些其实呢，你通通可以给它做一个搭载，完全可以做出。你如果单只收一个单体的话呢，其实这个秃鹰来说可以说是性价比是最高最高的一款了，绝对是。我认为你是可以优先购入这一款秃鹰，然后你实际上把玩一下，感受一下 TFC 这一次煞星小队的一个设计，就是基本上变形都很简单，人形载具都很帅。你可以先从这个比较简单变形的第三方玩具这一款的话呢，这一套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适合做一个入门的。那本身用胶也还好，不至于非常脆弱，应该是说它本身没有很细小的一个部件，没有很细小的零件。那摸起来的话，割手的感觉也比很多的第三方公司要好上很多很多。那就进入了倒数第二号成员嘛，那剩下最后一款独角兽呢，也会在近期跟各位做一个分享。那大合体的部分，如果卡到600级的话，可能就稍微顺延个一点点这样子。那就跟各位进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